第二十五题，二五二六是题主，台湾是个温泉宝岛，因此威廉在寒假期间骑他乘他心爱的自行车环岛旅行，沿途他享受泡汤的乐趣。下列是他泡过的四个温泉，资料如下表所示，请回答二五到二十六题。第二十五题是问，从上述资料比较四个温泉的氢氧浓度大小，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氢氧浓度如果越大 ，pH 值就会越小。这边甲的 pH 最小，所以呢它的氢浓度是最大的。那么其次呢是我们的丙的 7.3， 再来是我们乙的 7.6， 最后呢是我们丁的 8.5， 所以我们次序就能够晓得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从上述资料比较此四个温泉的氢浓度大小，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正选的是 A， 甲大于丙大于乙大于丁。